来，请您欣赏相声《梦中婚》，表演者谢金、李鹤东。相声，刚才二位说的也非常的精彩，表演了一段，一个叫李云杰，对，一个叫刘霄航，二位啊，一个是云字科的，一个是霄字科的，对，非常的好，下去稍微的歇息歇息，休息会儿，哎，这场呢，把您牵出来给大家演，出来，今天呀、啊，您算来着了，是的，您来动物园，动物园，800块钱也挣不到，怎么还，怎么把我牵出来？哎呦，快点。你当狗了，这个重新再介绍一下啊，这场呢把你放出来的，放出来了，这些个亲爱的狗狗，您放心，把哪儿放出来的？哎，我一使劲你就出来了。这个，你这您气性倒是不小。哎，对啊，他一张嘴我老拉，你说受了。别拉了，这还上下文呢，爱吃的。应该怎么说呀？请，哦、请，七一五啊，请。一看这个就是没怎么上学吧，语文稍微的差一点，是数学也不好，他自己倒了解自己，是把您请讲出来，对，大家对您比较熟悉，哪儿 啊今天来的朋友、哎、你别老朋友晃着我您来的朋友来了，你当真的晃着我，您要是不需要捧人的话我下去睡一觉，你现在就可以去世了。我说我睡会儿，希望你能够跟安乐死一样，睡死过去，别介是吧？这是对你最大的祝愿。这叫什么祝愿？就是说什么的，这个他确实是比较有名气，哪有名气？因为、啊、郭德纲先生经常的带他拍个电影啊，对吧？上个综艺啊，综艺《德云逗笑社》有没有？有没有你啊？不好意思，出你肺管子了，对吧？就好像有你似的。这个，那你参加过什么综艺啊？我没参加过，不可能啊！人家队长所有哪个队的队长人都带着了，怎么就你比是弃婴啊？你怎么那么不受你们上面人待见呢？主要我这搭档不行，你搭档哪儿不行？我搭档该死，哪儿都不行。话都讨厌，是确实他的名字啊，一提起来啊，尤其啊，要是在大兴的朋友没有不了解的，你得知道远点，对吧？大伙不了解，因为他以前在大兴混，混什么呀？就是混在社会上啊，混呢。没有，在那卖过西瓜啊，对对对对，做点小本生意。对，经常的大伙可能看见他的有他的那个照片啊，是吧？买西瓜还用照片呢？不是，经常的电线杆子上啊有你的照片、啊，丢了是吧？军礼贺东赏谢金，我记得赏你奶奶个孙子，没有是吧？反正就是说，就大兴经常的，人家是大兴那儿有官，没有了不起、嗯。他的名字叫李贺东。好。不要叫我赌神啊！不要叫我赌神。不是赌神，您，我看您像这成功学大师。我叫谢润发。谢润发。谢润发，确实啊，非常的好。是，拿我来说吧，谢润发，妹妹，名字实话说也不值一提，那就别提了，别不提啊，大伙儿保不齐都不认识我，嗯，对不对？因为咱上电视也是4年前上电视，还上过电视呢，那多新鲜！法制进行时，给你举证去，知道吗？你放那个供词，对，里边有你。4年前，咱正式的，咱也参加过这个比赛，嗯，对吗？在上海东方卫视，对，大伙儿有没有看过的啊？在这个那叫相声有新坟，我在那儿啊，真的，您应该留在那儿。什么叫我应该留在那儿？有新坟吗？给你盖好了，你看。相声有新，有新人，哎，相声有新人，拿了个第二名。一名是谁啊？孟鹤堂。对，孟鹤堂啊，他那时候啊，他妈给他做的。别说这是一唐山的朋友。孟鹤堂。现在这个倒口，现在你也是比较像你那个倒霉模样。你还是你叫孟鹤堂，是不是？我给你逗你嘛。孟鹤堂。孟鹤堂，嗯，孟鹤堂，人家家里条
条件也好。谁说的？对吗？孟鹤堂人家每天都喝粥啊，喝汤啊。这算低保吧？这算。这算低保呢？孟鹤堂的奶奶做那个孟婆汤，哎呦，给他们一大家子往嘴里灌。喝你尿不尿的？对，没事，喝完以后奈何桥走一走，就是不是人家一大家子，他都不爱特别喜庆，特别孟鹤堂，孟鹤堂人家拿了个第一名，对，是吧？人家是凭借自己的实力，靠本事，哎，让导演潜规则了。虽然说这，但是这个秘密啊，知道吗？你都说出来还秘密，不要让大伙听见啊！干嘛还潜规则了？没潜规则，人家导演男的，哎呦，那孟鹤堂更辛苦。我那天为什么没敢去呢？哎呦，一看这个男的，就说这个，你接着说呀，凭借什么呢？这不等您拦我的吗？我不拦，我拦我就请他。你们俩一块儿去，人给你轰出没瞧上去，他主要够不着我。你不是跟我说你给介绍过去的，给你一第二名，给孟鹤堂一个一零吗？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那不也行吗？咱拿个第二名，带你拿第二名不挺好的？你用你带着我呀，我也付出了。啊，他也付出了。哎呦，导演这房是我给开的。哎呀，李克东真是好男人，非常的好。我跟东哥，我还介绍我了吗？介绍了。78嘛，我。那是我那时候在澳门的外号。哎，姓谢叫谢金。谢谢卢润发老师。叫卢润发。哎，卢润发是咱们的偶像。就说这个什么呢，确实一个小学生，是拿我来说确实也不值一提。但是说实在的，跟人家李鹤东确实没法比。怎么比不了？人家家里条件都特别的好。你谁我也喝粥，你粥就凉了。就说这个，就说我啊喜欢您，崇拜您，您客气。家里条件人家特别的好，吃过见过穿过戴，这算什么条件？富里生富里长，嗯，你们老底下可以称得上啊，北京可以称得上啊，北京首富，还北京首富了。你实在不行，你叼嘴里。你怎么那么护话筒啊？我就知道你那儿有，你不上那儿说去？你那儿没电是怎么的？北京首富，那就是说你们老李，北京首富他们绝对可以称得上北京首富。怎么呢？就是说在北京城啊，嗯、他们老李这个财产也就够交个首付。北京首富，这算北京什么的？首富的。北京人啊，没有没呢，反正家里有钱，好几套房，有几套房，这没办法，尤其老北京对吧？拆迁的，嗯，拆迁完以后对吧？那时候他不搬走，是对吗？那时候他叫什么钉子裤，钉子裤，你们全家都是钉子裤，你们全家都钉子裤，全家叫小钉钉吧，我记得，他们家搬满意，搬家为了讹点钱，谁讹去？你不钉子户，我们可不是，我们没干那事。你没穿吗？没说废话，没穿吧？你不是那钉子户？不是钉子户。就是说，人家家里有钱，人家随便卖几套那个凶宅，卖几套那个宅子，然后就能吓死人。家里拆迁这几套房子全是凶宅，所以说人不敢拆嘛，怕惊动了神啊。没听说过，没有凶宅。家里的就是你兄弟的宅子，嗯，还有好几套那个大四合院，是过去那时候不值钱，嗯，现在都抄起来好几千万，是对吗？现在值钱了，没错，家里有钱，而且实话实说，人家吃的屎，他用的跟咱们老百姓一样，我们家跟你们家一样吃的，没迁就，他们家吃的屎啊，你馋了是怎么的？还咂巴滋味呢？吃的屎，吃的屎，你说的吃的屎，吃的屎的用的。我们一般都不使东西啊，吃的用的。对呀、啊，吃的用的。就说人家家里穿衣服都不像我们似的，你看我们一般穿个长衫，嗯，这个玩意儿，这个玩意儿你穿能穿大街上去吗？
都快诈尸了。是啊，这现在不能，以前过去老百姓都穿着长衫，都这样。有钱了买个马甲、马褂、马褂、马甲。哎，有钱了买人说过谎，对，有钱了买个马褂，对吗？没钱了找人借马褂。是，就说这都是这条件，人家现在什么的穿的都是名牌。这衣服还名牌，多新鲜呀！嗯，尤其他穿的那个衣服也好，那衣服名牌啊，那衣服叫驴牌。哎呦，一个 L 一个 V， 哎，这驴牌我跟你说，还有 V， 这都30年前的套包了。他上嘴儿这么？哎呦，驴牌，你都说出来一 L 一个 V L V 呢？路易威登，就知道你还驴牌。哎，人家穿得好。嗯，还有一个孩子，他们家也经常的穿什么呀？阿尼玛。是这个孩子啊，穿上以后比那驴牌穿的更有味道。尤其他妈阿尼玛，还尤其我妈怎么了？阿尼玛，阿尼奶奶。不要惊动他老人家啊！你惊动我妈就行，是怎么着？他老人家已经死很多年了。你要惊动起来，跟你聊聊天吗？你就你这么说话，你奶奶反而给你托梦，知道吗？我奶奶，你得叫什么？我那叫什么？哎呦，那辈分太大。废话，什么牌儿骂街？就是那个，有一个鸟，那个新飞冰箱这边。这边唐三大战。除了魂陀螺，你还会什么呀？你不是什么魂陀螺？魂陀螺？那叫什么来着？那叫阿玛尼。你妈搁家呢？阿玛尼那叫？你问我的，你老问我阿玛尼，你妈搁家呢？还是个东北的朋友啊？乔治阿玛尼。乔治阿尼玛。不要瞧不得，不要瞧，废话，不瞧，蒙着眼，没这阿玛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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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对吗？这是名牌吧？穿的鞋也是名牌，巴黎倍儿甜。哎，这俩不差不差，不差不差，才使什么这是？谁出门穿俩蛋糕出去，才俩蛋糕出去？后来你不就得糖尿病了？你餐前2000个加号，我记得你。我死不死啊？小名叫小糖人。巴黎世家啊，对了，巴黎世家，我记得有个巴黎嘛，就记巴黎吧，对吗？嗯，巴黎世家人家了不起，人家是那牌子，还有一个大 H， 大 H 牌的，爱马仕，有啊，啊，你看这也是一个东北的牌子，什么玩意儿东北牌？爱马仕，爱马仕，甭敢看我，爱马仕，爱马仕。哎，人家这都是大牌，是我跟人家没法比。您平常都光着屁股？平常真的家里条件确实差点。嗯，虽然说现在跟人家没法比啊，嗯，但是想当初，想当初咱也正经的发过财。你什么时候发过财？发过一回横财。怎么回事啊？记得那时候啊，是得是50年前，我在这个。你今年才41。50年前你死过一回是怎么样？我投胎挺快。是你哪儿的？五和十来年前。15年前。十五年前。嗯，那回发过这么一回横财。怎么回事？记得那天晚上啊，我这个下了场回家。哦，那时候还没有钱买小球，我就一直啊。现在有小球。走着走着到家都快晚上12点来钟。哎，突然间就听我后边啊，有一辆汽车打在后边，唰，从我身边扔，往你身上扔屎来着！这车一过去啊，咣当，有打这车的后备箱掉下来一个这么大个一个黑色的皮箱。嗯，我打开一瞧，什么呀？哎呦，里边哎。有人民币500万美金，当时我都惊呆了。这是冥币吧？这个上面印一玉皇大帝，是冥币，印的是郭德纲。老铜钱嘛，还有那玩意儿呢？给郭德纲算个眼儿。人民币500万美金，就是合人民币500万美金。
那么倒数多少钱呢？我数，我算数跟你一样也不好。反正就是钱不了，500万，500万。哎呦，我一看旁边还有那个金条啊，哎呦，金项链啊，金戒指，哎呦，旁边还有两颗像白鼠这么大的钻石。等会儿，白鼠这么大钻石，你家白鼠也大点吧？那是咱们辈儿是白鼠，你这个比我这大太多了，没有那么长了，那多长啊？不是，就是白鼠啊，白鼠这么大一大钻石。您得背着看看是不是黄心的，就是白心。你说的个屁话！你是没发财，你是嫉妒、羡慕、嫉妒恨吗？确实嫉妒的。哎，白鼠这么大钻石，嗯，嗨，我一看咱有钱了，有钱。平地一声雷，陡然而富，呵，转眼富家翁。是我谢文金相声小泰斗，我终于，你怎么不死呢你？脱离了下流社会，我要步入上流社会。你还要往哪儿流啊你？上流下流吧。你就够下流的了。我要去上流了。那你紧个油吧。我是上流社会。上流社会有钱人，有钱了，嗯，打这儿起我也要消费。嗯，哎，我要享受人生。不，打今天起我也要吃早点了。你们都羡慕我，长这么大没吃过早点。是啊，我这节食都是这么得的，我这脑节食好些。脑节食都成这样了，脑节食跟胆通着，是不是？脑节食有点下垂了。有钱了吃早点。是。哎，什么叫豆浆？哪个叫油条？你喊什么呀？谁都吃过。什么叫鸡蛋灌饼？我没吃过什么好东西。一过去鸡蛋灌饼啊，别废话，给我加仨鸡蛋。哎，把我那个，把我那个像白鼠这么大的钻石也包里面。有钱人是是。哎，再喝豆浆，我都不拿吸管嘬了，我直接哗。那不破脸上了吗？我拿豆浆洗澡。这叫疆域，疆域，知道吧？哎，你们都奶域，是是是，因为你喜欢奶呀，奶域小奶冻啊，他在奶里边泡着。你是疆域，对，疆域，豆浆域，好，吃呗，喝呗，哎，什么叫鲍鱼？嗯，哪个叫鱼翅？什么叫龙虾？对，什么叫星巴克？星巴克都没喝过。小资生活呀，哪个叫哈根达斯？就吃的哈根达斯，还是跑天津吃的？北京也有，不是跑天津吗？自助餐，嗯，哎，大份小份，我讨厌。哎呀，大份小份，胃口，这得吃现拉的吧？你爱吃肉，你们这德云社是不是离不开使命？你都说大份小份，大份小份的自助餐，大份小份。我不是北京人，你们也行，你爱吃饭。北京爱家儿话也是，大份儿小份儿。吃吃，听着都过瘾。我得吃那个别人没吃过，是吗？豆汁煮挂面。能试味儿，大饼卷榴莲，冰淇淋就下降。我一吃不是味儿，全是臭的。您不如吃点屎。这玩意儿能试味儿，挺好的东西，能这么吃吗？那屎直接吃下去咽不下去。那咱们也得蘸蘸点白糖。我给你做个护好不好？化护的好。什么玩意儿？废话，你搁点淀粉，搁点蛋清，你抓着好不好？做个油，你看就吃吧，你看看。我吃不起。说这话都讨厌，就是有钱了，我要报复自己，报复自己，报复社会。报复自己，先把块电瓶安上吧。是不是还在院里停着？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嗯，什么贵什么吃什么。那怎么那吃能花多少钱呢？吃不能花多少钱，我要环境好的呀，我一般都大花园。整个花园全部闲杂人等全部轰出去。你这净山去了。你才净山呢。我吃我说净山，你耳朵拉稀了。
我也是黄土山，为什么要进山呢？好不容易有钱了，我15年前到现在离3回婚，于是不能订婚。查我户口是怎么着？我听你妈说的，好吧？景山不是景山，景山就是要这环境，真正的吃饭好坏完全看环境。是，包一个山，这整个山啊，你上那啃草去是怎么的？包一个山，八宝山全是我们家的，谁也别想进。是。怎么你缺大德了？对，我们家都死那儿。15年前你就该死，都看好地儿了，该参加相声有心坟去了。废话，你这八宝山你冒他干啥？哎，作为爷爷，我在台上我评价你不错。好捧哏！哎呀，你个假牙粉似的，什么玩意儿？有钱吃的是环境，吃什么呀？穿衣服不完事了，穿。有钱穿，穿好的。穿什么呀？貂皮大衣，水獭的帽子，整张狐狸皮的大围脖。那你得分什么天儿穿？什么天儿？哎呦！8月份，8月份不三伏天吗？你管那三伏谁？那多热了，我谁也不服。我水土都不服。我穿着这貂皮大衣拉裤子似的。有钱，哎呦，我那天8月份，我穿着我这貂皮大衣、水獭的帽子，哎，那张狐狸皮。这水獭还活着呢，现在还活着。狐狸皮，狐狸皮。说清楚，狐狸还是狐狸？8月份，哎呦，我走在那个西单商场门口，人家用羡慕的眼光看着。神经病，谁羡慕这神经病？哎呦，狐仙也显灵了，这是。我看有的小姑娘，真的家里可能条件太差了。怎么呢？身上衣服真的就跟没穿似的，那个少。基本上上面到这儿，下面到这儿。怎么这娘们系根皮带就出门了？这谁穿这么就是穿短裙啊，穿短裙啊，这还能伸缩带弹簧，是容易掉，老拎着。对，我都想把我这貂皮大衣给你。您放心，8月份没人穿大的，知道吗？有钱了，嗯，哎，打那儿起，我坐公交车，我也不用儿童卡。什么人性？学生卡，以前我都是学生卡，以前我都这样上去。这说啥？我都是嘚儿，你都嘚儿。学生卡，学生卡，后来可能被人发现，人看，哎，他妈1993怎么还在学生卡？对，哎，咱用不了学生卡，我不用学生卡了，成人卡。还坐公交呢？我保出去，我那些车都限号。一辆开出都没有，没就我那个拍照都不行。你们一般的摩托车都是京 A 的，不限号吧？对，我那是京 Z 的。京 Z， 这是给你研究的，这是。对，人都京 B， 你京 Z。京 Z 最后一个转过出去，嗯，对吧？哎，有钱，哎，有钱那个再去游戏厅，嗯，游戏厅我也投真币了。哎，保安都没有机会再揍我。到游戏厅都投假币了，投真币，现在开始投真币了。有钱人，是，哎，有钱，人家得说，你说你这个钱你花的太慢。嗯，我说怎么才能花的快点？是，人说旅游啊，出国旅游。哎，对了，出国旅游花的最多呀。是，出国啊，去哪儿？我来趟大庆，我呀，看看大庆。你先等会儿吧，人情，先别封住人情。您从哪儿飞？从首都机场飞大庆？我从大兴机场飞不了大兴，大兴机场就在大兴。废话，出国你到大兴的才。我别出国了，我认为我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还都没去过。哪里没去？对呀，我除了二环以内，我别的还没去过。我得出二环。你先奔哪儿溜达呢？我先奔哪？我先来一趟上海。哎，上海好地方。对吗？上海是东方的大猪猪啊！大猪猪啊！
有这么一句老话，东方的大明珠。东方明珠。对，东方明珠啊。对。对吗？我上那个儿童乐园，我一直没去过，晚上还放花。啊、哎，上台那个李金，我去那个。李金，我去那儿。你先等会儿再去吧。我从来没看过这。你是没看过。尤其到晚上，噗呲噗呲，他往外放花。从比基尼里往外放的。迪士尼，对，我记得有一个鸡嘛，有哪有鸡？迪士尼，是你个泥，有个泥，个词迪士尼，我去玩一玩啊！上那儿看比基尼去，对，上那儿玩一玩。是，你们一般都怎么去啊？去小牛对吗？大兴对吗？我从北京骑上海，骑小牛电动车去，我得绑成人体炸弹似的，是吧？我背多少块电瓶子？这当子弹到底续谁动车吗？谁？我们都坐动车。动车？你动车？我能动车吗？你不能动车。你这车限号。我不能动车，我酒驾了。限号。我喝酒了，我不能动车。那你怎么去呀、啊？飞机呀、啊。我、哦、没坐过飞机呢。飞机。飞机，你见过飞机飞吗？我们家那飞机都能动车。小孩这飞机这翅膀带扇子的，这飞机平常这个燃料也是给把夫子吗？这是，这什么呢？这是哪个飞机呀、啊？你说哪个飞？正经就翅膀，它有的时候遇上气流了，会有一点气流，会有一点气流。哎，飞机，你一般的你是坐飞机是经济舱啊，还是那个货舱？给我塞货舱！你这个货不也就在货舱？这我没坐过。你这货在哪？我们这经济舱。你这货是经济舱。对。一般的情况下也就头等舱吧，商务座对吧？那会儿要躺下，躺下那个对吗？嗯。我不一样啊。您呢？包机。你什么还包机？包机怎么包机？先拿人头，全部下机。紧急，紧急，紧急。我包机，我是两架飞机，我双飞两架飞机。哎呀，您信誓的消费的多少？玩的够开放，还双飞。双飞两架飞机，两架飞机的你不撞上了？撞不上，上面飞一架，下面飞一架。那你坐哪儿？我坐上面那个呀。你坐上面那，你让底下那飞什么？他万一我上面那要出什么事故掉下来了，下面那有一个电机呀、啊。电机，电机应该给你埋在地下是吧？马上，要不然咱别去了。这是有个飞机叫双保险啊。哪儿保险？那上面那下来，那掉下来那底下那也完了。你像我那小飞机，上面小，下面大，掉就掉飞机上了。对呀，对呀，有钱。嗯，上海，上海住最好的酒店。什么酒店？五星级。嗯。喜拉登，喜。拉登。喜来登。对了。我记得有一个喜羊羊是喜什么？喜羊羊。喜拉登，喜来登，喜来登，喜来登大酒店，你住过吗？你知道喜来登大酒店那门冲哪儿开吗？你知道喜来登那门你怎么开吗？那都是转门，一推转门。你去过吗？转，你得转。还得转，多新鲜呀！你都没进去过。你进去过。喜来登大酒店一进去，嗯，我一进去，人家看我这一看就是一个绅士，看着，我也不知道我的绅士。人家一过来，我赶紧，哎，伙计，伙计，我就到菜市场了。伙计，嗯，给我开五套，五套煎饼果子，放仨鸡蛋啊，爱吃这个。我说的是鸡蛋灌饼。煎饼果子是有趋势。什么叫上来就五套？五套总统套房，总统套。你带多少人去的？就我一个，一个人开五套，剩下的飞机上面都没了，都让我给砸死了。不是你一个人，你住五套，你住得过来？有钱呀、啊，虽然说几万块钱一宿，无所谓，有钱呀、啊，我那大钻石，我那个。
五套，五套总统套房。嗯，哎，我在那个旁边那个有一个小商场，小商铺店，嗯，两元店，要到那儿啊，买一个小闹表，买它干嘛？小闹表有用啊。嗯，上来的闹表每五分钟一闹。哎，上它干嘛？哎，我捏着我这闹表啊，到头一个总统套房，嗯，把这闹表搁在床头。洗完澡钻被窝，哎，上好闹表，一闭眼这，五分钟，五分钟到了，嗯，赶紧穿好衣服，闭着闹表，二套套房，换一套，哎，就一宿跟他娘没睡。你这玩意买一闹表，这五分钟一闹，你串台就是了，你满屋溜达，你串台怎么还得？哎呦，我上闹表提醒自己，多新鲜，就一点职业道理，哎，就说。这去这玩意儿，这都得是睡到了，嗯，都睡到了。早上起来，哎，吃完这个免费的早餐。这早餐您不应该吃免费的。我怎么我这票里有啊？我这票里有，这套房的票门票里有啊。五分钟一到，您是住去上面参观去了？参观总统套房还票里有？正常的睡。嗯，睡完以后，我走在上海的南京路上，是秋高气爽啊。嗯，呵，正走着呢，哎，打对过过来一个，谁呀、啊？我也没看出来啊，这穿的衣服跟济公似的。要饭？跟要饭呢。哎，过来，拉着我的手。嗯，您是谢金大哥。哎呦，您是谢金大哥，碰见熟人了。哟，啊，我说你也算是大辈儿了，管我叫大哥的没有几个啊。你管我叫爷爷，占我便宜我抽你。您是谢金大哥，我说你谁呀、啊？我是李鹤东的爸。你不是，你这会儿你让谁大？你带我聊。是，我爸，我你叫大哥。是这。乱的辈分呢，还应该管我叫叔叔。我爸跟你拎得着吗？是，我也觉得我跟你拎得着吗？是，你得管我叫叔叔。怎么回事？谢金大哥呀，嗯，谢金大哥，我遇上困难了。怎么呢？我以前我是学这个金融危机的，我以前他是，后来我遇上金融危机了，这辈子都是困难的。学的金融还有考虑。金融危机两门报，这两门报你就说一门就行了。我学的是金融金融危机，后来呢，我遇上了金融考究证，然后我做了个人考究证。学的金融，后来遇上危机了。得了吧，我带你去吧。啊，干啥去？这我得管呀，这是你的爸爸呀。嗯，也是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必须得管啊。是，我带着老爷子到我那个喜来登大酒店。嗯，我一进去，哎，经理，过来。嗯，告诉你啊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是李鹤东的父亲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啊，他想要什么，你们给他什么。嗯，他想吃什么，你们给他做什么。您太照顾了。哎，我的钱，嗯，就是他的钱。这都不，他的钱就是。我的钱，他哪有钱呢？他没有钱，还有济公那活佛的衣服。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说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，我们俩就是一个人。你直接跟那领班说，你就是我爸。一个人，这都能听得出来。哎，我对你父亲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，你把你还去了？行啊，对。哎，仁至义尽了吧？嗯，仁至义尽了吧？是。哎，我说老爷子，嗯，给你这卡什么？这是我那个银行存款的卡。啊，不是那学生卡是吧？银行存款的卡、嗯、里边有500万人民币美金啊，这个是人民币还是美金？反正有的是钱，拿去刷去。嗯，密码是李鹤东的生日。1112不能说啊。这拿去花去吧。对，钻石的钻石你就别拿了啊，因为钻石不好拿。是，我搁楼下那个占车位的。你这个实在不行了，这人压烂了。压烂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，摇都摇不动的钻石。钻石，我去出去办事去。嗯，回来以后，哎、嗯，你父亲给我来了一个卷包会。怎么我爸把那钻石拿走了？他把我那卡拿走了，钱都取没了。
哎呦，你说到我这儿现在一分钱没有，我一进来让人经理认识我，嗯，对我特别客气，是拿手一指我，啊，滚，客气客气，完了，一分钱没有啊，没钱，穷人让人瞧不起。那您那钻石呢？啊，钻石让人挪车时候压烂了，是吧？钻石就别提了，嗯，钻石干咱既然搁那儿了，就让人给盯死了，不要了，对对呀，我心不在乎。你说我这怎么办？嗯，你说我一个人走在这个上海的南京路，又上哪儿溜达去？可不是，哎呦，眼泪哗哗，哎呦，大雪纷飞呀！怎么不是秋高气爽吗？就一天的光景，就大雪纷飞了。你是捧哏，你得顺着我说。大雪纷飞，形容我这个惨淡的心情啊！哎呀，心都霸凉大。别骂凉了，骂凉了，别骂嗝屁了，霸凉霸凉，心霸凉吧？哎，这不用解释，就是霸凉。哎呦，这走往前走，你说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就想不开了。你刚知道我想不开，我活了，别去了，我死去了。你别死，我非死不可。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哪个孙子劝？早死早脱生。为什么不劝？你爸都凉了。你爸呢？死吧，死死。走着走着，我也不知道走哪儿了。走了一个荒郊野外，到郊区了，大菜地。菜地啊，旁边啊有一个窝棚，窝棚里边住着这个看菜地。旁边有一口井。哎，我一看，跳井吧，就他了。对呀，来吧，对吧？我到这井旁边，我呐喊一声，我要跳井啊！你喊什么呀？喊什么？怎么了？废话，你要自杀，你就死了去吧。这叫明人不做暗事。大老爷们堂堂的十尺男儿，我能干那个事儿？郭德纲也就四尺。不是你干嘛？事儿干啥事儿？你都要自杀了，你还喊什么呀？我废话，你以为我真要死啊？我不是把这气势先给他打出来啊？自杀呀！我这正喊着呢，哎，打这窝棚里跑出来一小伙子，嗯，哎呦，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我说我干什么嘛？您这是上海郊区吗？这说话这比岳云鹏他妈说话都气。老上海，嗯，我说我干什么？我要跳井。嗯，你要别跳井吗？那么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井吃嘛的。我说好，嗯，不让跳井也可以。怎么呢？给我来$500,000。那他娘跑这儿支付来的？我有500万美金呀。嗯，我说那你有多少钱？这还得商量。我就有20-30块钱。全掏出来给我，给抢劫了都！眼看着我这钱就要到手了，嗯，打这窝棚里边出来一个上年纪的老先生，这父子爷俩吗？谁呀？啊，谁要跳井了？啊，我说怎么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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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病吗？我跳井！嗯，哎呦，你要跳井呢？太好了，嗯，我们这口井啊，挖了好几十年了，是，到现在还没人跳过了。嗯，今天你说的，你给开个账吧。拿自杀当开张了，多损呢！比你们捧哏的嘴还损。我说我可跳了啊！是，好，我跳之前我先问问，为什么呀？您这是甜水井是苦水井？问这干嘛呀？哎，他要说是甜水井，嗯，我说我苦命人不喝甜水。那要苦水井呢？我苦了一辈子，临走我得喝点甜的。两头堵。哎，他怎么回答？我说你这甜水井苦水井啊，因为拿这口井啊，嗯，半天不苦，二幸福。半天不苦？嘿，这不是逼着让我跳吗？那就来吧，跳吧，跳。后退了几步，向前蹬蹬蹬，扑通，跳。我给他跪下。我来了个滑步给他跪下。这有淤泥是吧？我说呀，哎呦，老大爷，跟您说实在的吧，确实啊，吃了上顿没下顿了，肚子饿了3天没吃饭了，嗯，你给行行好吧。老爷子说，我就知道你是指着个偏钱，看着。我跟你说吧，嗯，当初我也是指着这个跳井发财，就是前辈了。哎，叫声师爷也不过分吧？嗯，哎，我说爷爷你好，
我跟你说啊，你也别着急，嗯，我这儿有法拿铁饼子。铁饼子还有一个砂锅呀，砂锅里边还有点粥，嗯，你拿去喝，拿去吃去吧。是，喝当时我眼泪哗哗的，哗哗的。拿着这个铁饼子，拿着这砂锅，我转身就走了。是，走到前面有一座庙，嗯，进去以后啊，坐在那供桌上啊，吱噔吱噔把这东西吃了，嗯，吃完以后还抱着砂锅热热乎乎的，嗯，哎，我就睡着了，睡着了，就在我三睡不睡的时候，什么玩意儿？三睡不睡，四睡不睡，六不睡。I'm so sorry，这个sorry，我漏睡了。这个四睡不睡，就在我四睡不睡的时候，嗯，就听外边有汽车的声音。一听这声音就是好车呀，嗯，凯迪拉克，嚯，这不三蹦子吗？凯迪拉克进口的，嗯，捏闸的。这车一停，留大车上蹭蹭蹭窜出四个大小伙子，干嘛的？呵，一米八身高，戴着墨镜，穿着一身小西服，是吃着炸酱面，穿着炸酱面，很多。进来以后，拿手一指我是他了，没错，就是他。我一看，坏，怎么的？准是找我要这500万美金，我这赃款呢？追赃款来了。转身我刚要跑，这四人咕噔给我跪地下。怎么的？吴老爷。让我们找的好苦啊！那你他不老呀？他不老，这好事儿啊！好你奶奶个孙子！你活该饿死是吗？不是，这不好事儿吗？冒充儿子，冒充侄子，那是好事儿。这冒充姑老爷，你不占人家便宜吗？那就到这儿了。是啊，我得问问呀。我说我是你姑老爷，你仔细回忆回忆，你姑老爷有长得又高又瘦的吗？嗯，哎呀，姑老爷，你打小长得不就跟牙签似的吗？是。我还得问问，问什么？问问他们家男的多女的多。我们这干嘛呀？查一查呀。对吧？咱得心里得留点事儿，咱得知道点儿，还不能直接问。怎么问呢？我说我混成这个样子，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呢？他们？哎呦，姑老爷，您还怕什么呀？是。您说家里还有什么外人呢？一个老太太，一个您的未婚妻。您说您剩下的都是我们这帮下人了。嘿，我一看这买卖干得过，这就行了。一个寡妇老太太啊，带一个大姑娘，行了。呵，这我就得着吧，姑老爷嘛。哎，我抱着这砂锅，我就上。先等下，先下。这都姑老爷了，还抱着这破砂锅呢？万一认出来，我这出去不还能倒饭？这心眼全搁这儿，可不得留后手啊。嗯，上了车一会儿的功夫，到家门口了，一下车人喊一声：“姑老爷回来喽！”我一看人家里真有钱。看出来了，趁五进不四合院。哎呦，那得多大了！哎呦，我一推开门一进去啊，在院子正当中站着仨人，仨人。哎，两边是老妈子，中间是一个老太太。你怎么知道中间那老太太？废话，你再有钱，你也不能雇俩老妈子搀一个老妈子在院里瞎溜达吧？不有病吗？那肯定是老太太。哦，二话没说，我过去。哎呀妈呀，我错了。哎呀，宝贝儿啊！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怎么不死在外边呀？你瞧瞧，你不就是趁着妈没让你跟小姐完婚吗？嗯，得了，好日子那都是赶出来的。嗯，今天日子就不错。是，今天让你跟小姐完婚，今儿就结婚，好事，好事。好你奶奶个孙子！我知道小姐长什么模样，长什么模样你还挑？那要长得好看，我就忍了。那要不好看呢？我也忍了。好你奶奶个孙子，你都忍了你妈。那为什么怕？你想啊，我这一人老太太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这人一没，这家产地业不都是我的吗？没错，对吧？赶紧给我洗澡，因为我好长时间没洗澡。是，哎呦，赶紧脱衣服洗澡。嗯，人家给我弄了一个大池子，池子里边都是花瓣，放的江水，拿江子泡。跳进去以后，哎，拿这香皂吃一块洗一块。哎还吃一块往他里外去香。哎呦，哎，洗完以后护着墨我就出来改螃蟹了。赶紧穿衣服，嗯，秋衣秋裤、绒衣绒裤、毛衣毛裤、皮衣皮裤，外面穿着皮大衣，再来个大马甲。不是你疯了啊？怎么了？穿那老些干嘛呀？万一认出来，我这往外一跑，这都是钱。呵，哎呦，这心想，哎，到了小姐绣房了啊！我这一推开门，看见小姐在床头那儿坐着。嘿，我过去一掀这个盖子，小姐在那漂亮，好看。我往上这么一扑，就听咔嚓一声，砂锅
掉地下了，咣当，我从供桌上摔下来的。您这不结婚入洞房吗？哪儿我做梦娶媳妇儿？秋香，嘿。
好了婚的女裙钗，哎哎哎哎，二呀嘛更儿里，月灵儿照花前，花香福音何故困住了？嘿，鼓掌，嘿。你会什么了？忘词了。东哥也会唱，我不会。你看，就差一点。但这两天闹智商，没闹智，没闹，这么智啊？这个都得了解，都得学习。你包括这个京剧来说吧，京剧，哎，我个人来说也比较喜欢。这个京剧来说，这个分那么四派，四派：马、谭、杨、西。啊，马是马连良、孟露。这个马连良，谭是谭富英，对，杨是杨宝森，西是陈冠，西小伯，西小伯都是我的偶像，对，尤其这个谭派唱出来也好听，有这么一段啊，这个这将相和其中有这么几句，唱出来也挺好，我给您写一写，来。